是李仪，云南彝族，和孙子浩浩相依为命。奶奶，这个试卷要签名。那个隔壁阿姨，我要做饭。奶奶，昨天同学请大家吃蛋糕，今年我过生日也有吗？会有的，奶奶一直想养几头牛，养大了就可以卖钱。明天奶奶去银行借点钱就可以了。没有也没关系，那我先去隔壁阿姨家。在曾经艰难的年代，没能读上书，不认识字，甚至不会写自己的名字，李仪最大的心愿就是能让孙子浩浩过上更好的生活。李仪今天已经跑了三间银行，虽然他只需要一两万的本钱来养牛，但是没房没车能抵押，也没有亲戚担保，没有银行愿意借钱给他。李仪的邻居香姐是格莱民中国在这里的第一个会员，借了贷款开了村里唯一的小商店。来村里拜访香姐时听说了李仪的情况，我也希望能帮上她。我们新加入的一位成员叫李仪阿姨，我们大家欢迎她一下。我们要做到，勤奋工作，勤奋工作，团结纪律，团结纪律，做。李仪有点不敢相信，只要和街坊五个人成立小组，每周和中心经理见面开会，偿还一点点贷款，自己的小小愿望就不远了。我们要重视家庭卫生。我加入格莱民中国这段时间，他慢慢明白，原来五人小组不是担保人，更像是家人，彼此帮助，彼此分享，让他回忆起自己小时候农村里大家互相合作的温情。越来越好了。阿姨，你在这里签字啊。请我们的外国专家支行经理给我们的李仪阿姨发放贷款。
在这过程中我也深深受到感动，李姨和肖姐这个小组教会了我，快乐的厚度不在于拥有多少，而是愿意付出多少。谢谢你，不用了，不用谢阿姨。格莱民中国至2018年已设立6个分支机构，分别位于江苏徐州、广东深圳、云南大理、河南开封。在中国各地仍有许多每天为生活挣扎的人们，需要的不是你我的施舍，而是一个机会。格莱民中国需要您一起携手，帮助他们创业，帮助他们找回自尊自信，帮助我们一起找回人与人之间的真诚关怀。